歡迎各位出席回顧歷史、居安思危、618山泥傾瀉事故50周年嘅活動嘅啟動儀式。今年係618山泥傾瀉事件嘅第50個年頭，土力工程署特別籌辦咗一系列嘅公眾教育嘅活動，包括大型嘅展覽啦、學校探訪、攝製專題紀錄片，同埋舉辦呢個寶山道排水隧道導賞參觀等等。藉住半個世紀前發生的災難，讓大家回顧歷史，記取教訓，並且提醒市民大眾，尤其是年輕的一代，香港的山泥傾瀉風險依然是存在的，應該對斜坡安全時刻保持警覺。土力工程署在1977年成立，過去45年，我們是持續透過多管齊下、多元化的政策下，慢慢建立我們的斜坡安全系統。我們會繼續致力進行各類型的公眾教育活動，盡希望提醒市民或者提高市民山泥傾瀉風險的意識。就好像今天的活動，希望透過回顧50年前618山泥傾瀉的災難，對山泥傾瀉的風險時刻保持警惕，達至居安思危。我希望大家透過今次呢個活動，同埋我哋土力工程署其他嘅活動，讓我哋增長我哋喺斜坡安全嘅知識。我哋一齊將我哋香港呢個斜坡嘅安全做到最好。3、2、1，回顧歷史，居安思危，618山泥傾瀉事故50年活動正式啟幕㗎。